这个是诈骗吗？诈骗吗？你一个月薪水多少？10万。听起来你就是只负责帮忙领钱这样。你什么时候开始做？大概一个礼拜。我一跟你说要汇款。那我在问孙娜了。你孙子？谁啊？他说要跟你说要汇多少？35万。打电话跟你说要叫你汇款吗？这个是诈骗啊！诈骗吗？对啊。我在美国电台。那公司什么时候成立？成立我不知道，我也是刚进去。那我是做会计的。你一个月薪水多少？10万啊。你什么时候开始做？大概一个礼拜。一个礼拜。所以这些不大额转入的都是你们协力厂商。对。听起来你就是只负责帮忙领钱这样。对啊，然后还有一些薪水的控制。对，这都在洗钱啊，都是你们，不是你们，不是博弈就是诈欺在洗钱啊。没有没有，你这你，我觉得跟老板加起来不一样。我是在银行跟警察跟什么？我是一个很亏我的孩子，想要跟你赚钱。所以这是骗人的、啊。你在哪里？妈妈，你在哪里？他说你是很穷，你是穷游戏。你要确认人吗？哎，请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先生？我这边是中国信托，请问你是哪一位？中国信托吗？请问你的职级跟姓名？对对对。处理什么样的业务？什么东西？你可以问他。取消这个会员业务。你是会员业务什么样的会员？对，我这边是中，对，他这边是有申办了一个会员业务，要我们这边帮他做取消。好，取消什么东西？没有说要做，对，没有说要做什么的呢？我你不要误会哈。取消什么东西？是您的什么取消什么东西？取消什么东西？你说他什么会员要取消？取消他那时候我们是投资一个博弈嘛，那个。娱乐城，然后到了一个金额，然后现在那个钱要领下来，要5%的押金，就是你的钱还拿得回来就对了。是有这样子想，因为其实我当初的那笔钱我是用贷款去。我知道，但是你那个博弈的那个网站到底是真是假，根本就不知道啊。对，我那时候跟你说，那有可能是他们自己做的网站啊，他们后面工程师怎么操作，你又不知道，那也不是真的，说不定他们都不是真的博弈的网站啊。网站有人就是。我的孩子很乖，我的孩子怎么可能会这样？怎么会去赚钱？会去？所以这是骗人的啊！很多人就是因为像你这样子，然后就领钱这样子。有。你在哪里？妈妈，你在哪里？我下个月只在银行跟警察跟什么？他说你是很穷，他说你是穷游戏。你家确认有没有了？你这家真是你。